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豌豆豆啊。这次给大家带来一个英雄联盟的视频解说啊。这次豆豆玩的是兰博啊，也是兰博的一个第一视角啊。这个兰博也是豆豆玩的刚刚上手的一个英雄，虽然说他出了很久了，但是豆豆也是第一次玩的啊。原因无他，主要是因为他比较萌。哎，豆豆就是，反正就有这么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我喜欢买一些比较萌萌哒的小英雄来玩啊，不萌不可爱的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像什么各种很虽然很强势，但是很丑的英雄，豆豆是绝对不会入手的。所以你会看到，打开我的英雄界面啊，看到各种啊约尔萨人，哎、啊、不是约尔特人啊，呸约尔反正就是约尔，哎约尔哪个人来着？哎这个不重要。好了，虽然我们的兰博也是约尔特人，这次兰博仍然是上单。这边中路也没有太多的接触，好，反正我还是尽早上线。因为我们这边有提莫，然后也没有打野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是采用的212的形式。啊，其实怎么说呢，212我也是很久没有碰到这种局了。哎，这几年豆豆也是因为玩其他各种游戏啊。这边刚扫到一下，我们中路的这个，好像在对线的时候被压得有点惨，所以赶快回城市恢复一下。啊，不过倒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这个发条的手很长，对线的时候应该不会吃太大的亏。那我还是单看一下我自己吧。啊，我这边的话是先躲在草丛里边，宝贝儿，赢一波，啊，是吧？呵呵，开着火炮向前冲。啊，这个小提莫有点激进，直接被人家踢了一腿，然后又被小兵打了一下。啊，这个提莫真的是我也无奈了，就这么被人家被技能和小兵打到了只有半血，我也是呵呵了。啊，这边赶去把野味做一下。啊，这边哎呀哟，哥，你不要老是吃技能好不好？哎，我觉得寂寞要没有了。这边蛮王也是上来抓一下。啊，我这边控温其实做的也不是很好，因为其实玩兰博这个英雄的话，你要不停的去控温，哎不是。寂寞你本来就很招仇恨，你不要就是说，啊，寂寞没有了，肯定是没有了。哎，被这个虾子拿到了一血，我也是趁乱收掉了蛮子人头。然后这边的话是，哎，没有弄得死的，虽然我点燃闪现都交了，但是没有弄得死。最后，因为其实虾子前期的爆发是有点高，跟他这样换其实不太划算，这样。还被上路瞎子拿了两个人头，有点亏。尤其是在我们补刀也是没有太厉害的情况之下，因为但是其实我们两个人压他的话，应该是会压他补刀的。但是我们这样的话，经济上面差距拉不太开。其实有的人会在问豆豆，这只是很低端匹配局，不要这么带劲好不好啊？我告诉你啊。因为豆豆这个赛季还没有开始打排位，所以你懂的。啊，匹配出一些啊，也不能说人家怎么怎么地。主要是其实豆豆不是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不太敢打排位，你知道吗？就是碰到坑和碰到野人的那种心情，你完全不能理解。因为就是英雄联盟其实真的不比刀塔，你一个人的英雄你确实不能翻盘，你就是说你必须得依赖队友。像其实4-5你都要操作很细腻，或者说对面人品特别不好的时候你才能赢啊，不像刀塔。哎，说起来刀塔2出了过后，很多朋友就是还是说反应，虽然说他画风是变萌了，但是很多朋友还是觉得啊，就感觉已经是撸啊撸已经在我们心中占据了很大的地位。就算呀，这边出来一个什么啊，是吧，这边哦，哎呀，我的这个，我靠，盲僧这个太阴险了，我自个儿这么跑掉了。然后，
这边我们的发条是等他过来救援，我只能说是赶紧先去跑到塔下啊。虽然他这边踢到了我，但是他不敢向上，因为这边他这个还是算是一个小前期，他不敢就是说太硬上，太硬上的话，他这边他整群瞎子想强行上来弄我一波，然后这边蛮子也是想过来杀我，我这边在塔下，我各种猥琐啊。然后这边我们的发条是强行过来了啊，这边忙 Q 一下啊，忙 W 一下。这边配合我们队友收掉了人头，我这边血量很危险，开了一个盾赶紧往回跑，然后把这个人头让给了我们的队友。好，然后我们的发条成功的收掉了两个人头啊。然后这边是这个啊，这个谁，哎，这个中单也是想过来骚扰一下啊，我这边被他盯到了一下，然后想强行冲上来，但是被我们的卡和我们的这个被我们的这个发条给强行干掉了。其实很逗逼啊，就是为什么一定得强行突破呢？因为其实玩这个这个兰博的话还是有个好处，因为其实他的盾在很多时候会救你。然后这边也是跟我们的中单发条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配合啊。然后我们这边提莫也是提早的上线。哎呀，也没得啊，那你砍鸡了，砍鸡吗？砍鸡了，不带这样玩的。然后他过来了，大明明不开心，然后卡了一下，不过没有关系啊。然后也是这个新地图改版过后啊，豆豆玩的次数其实是变少了，因为像豆豆这样一个，说实话其实并不是太专业的一个妹子玩这个游戏的话，因为很就是很依赖一个东西，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盒子的一个东西叫做无限视距，豆豆很依赖那个。完了过后改版了过后，就是没有无限视距，你知道多痛苦吗？就看着我的英雄变大了无数倍的那种心情，简直就是不能同日而语。啊，不过也没有关系，刚刚是杰斯那边被瞎子给踢了一下，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过去放个眼。刚刚瞎子，我估摸着他估计是要，要么是放个眼，要么是过去不小心个技能什么的。啊，这边兰博也是要主 Q 啊，虽然他这个 Q 的距离并不是很远，但是兰博一般都不 Q 吧，因为他还算是一个范围性的攻击。这边哎，瞎子很厉害，我觉得，因为这几天德玛西亚杯才结束嘛，然后豆豆也当然去现场看了，啊天哪，玩瞎子的大神们各种屌各种乐啊，尤其是啊我在开口啊，真的啊怎么可以这么帅是吧？啊还有一个这个韩国的一位选手也是。确实啊，这个确实这个瞎子玩的好的人就是能就感觉你整屏都是飞来飞去的，各种不着边际，各种弹走啥啥啥啊，弹走小节操，弹走岁月。好，这边也是跟小提莫在上路补兵压线，因为其实两个人不太怕，相对来说。尤其是还有提莫这样拉仇恨的存在在啊，我更加的不怕了啊，就像是之前豆豆看到网络上一个段子一样啊啊，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就是凯尔开大了，好，转战这个集火提莫带走，好漂亮啊，然后又是这个啊堕天使开大了，没事，转火提莫带走，漂亮哦，提莫逃走了，不要跑啊，继续追，带走提莫，好的漂亮，就感觉提莫已经被黑的好可怜了。但是哎，确实豆豆因为就虽然我不经常玩提莫，但是我有买这个英雄，然后偶尔也会玩一下。那让继续看一下，好，这边是中路过来抓了一波，然后这边是被包抄了一下，然后啊是吧啊，觉得这个瞎子还是太浪了。虽然我们是被搞到残血，但是啊，这个他觉得他血量很多，所以想上来双杀一波，然后结果被塔和我们的这个技能直接反伤。然后这边也是疾风剑豪这个英雄其实还是很恶心的，尤其是他在中路对线的时候啊，这边躲他的技能盾想塔下强杀，然后这边提供应该是没有了，哎，果然是
可惜了，提莫当时应该稍微走下位，他直接在那边站着跟他硬点，不然的话他其实可以不死的。然后这边有彩在帮忙打，这边倒下了两个尸体啊！我这边血量也是不多，赶紧回城市补充一下。然后这边出一个兰德里的折磨，那把另外一个法术书先抽出来，因为鞋子这边也是还是先买鞋吧，因为其实这边可能先出书的话作用并不大。你没有直接把你现在我有一个小面具在手了，然后我这边要么直接做出大面具，然后我出一个鞋的话，一个是提高速度，二个是我可以增加一点法穿，反正豆豆是这么考虑的。然后可能会有些大神觉得豆豆考得不成熟，或者说书上没有问有什么问题的话，没有关系啊，你都可以跟豆豆说，因为豆豆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不是一个很高端的局牌，不过也是正品娱乐啊，跟大家分享一些豆豆觉得打得还不错的小视频啊，可能包括走位啊什么各种有问题啊，不过也没有关系，大家纯当娱乐来看一看咯。那这次也确实是，虽然说重庆的这次德玛西亚杯办的其实挺坑的，因为豆豆当时为了看这个德玛西亚杯，这个伪装成工作人员强行混了进去，然后就是为了看这个比赛还是很拼的啊，结果进去了过后各种掉线，各种掉心很累啊，知道吗？因为尤其是看到在各种微博啊评论上，然后我大重庆被各种黑，其实豆豆心里面看着很难受啊，但是某些主观原因豆豆也没有办法，所以也只能先暂时这么着。反正我们现在还是先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和上路并没有就是说是那种很强势的这样在比赛，因为其实我是打的比较猥琐，然后主要是提莫在前面，我相对来说都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位这边。你说谁是小个子？你说谁是小个子啊？提莫的声音真的是好啊，不是我脖子这个声音好萌啊，就是小个子好傲娇的那种感觉。准备开始第二轮了吗？而且就是有一种玩了这个英雄过后呢，尤其看到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比赛，我就真的有很想使劲好好的玩一下。被踢回去了，被踢回去了。过后这边是被塔强行打了一下，但是提莫逃走，然后这边看能不能 Q 中的话，提莫就发生危险了。然后他想弄我，还好是没有的啊。他这边血量危险，好被这个队友和我强行给杀掉了。我觉得还是这个提莫，还是一个是他的走位和他的这个技能其实都不太准确，但是他很敢上。然后这边提莫也是强行想点塔点死啊，然后我们这边我 Q 一下这个盲僧，然后提莫应该是要跪了，还是踩到蘑菇踩死的吗？啊，我们的提莫还没有死，反倒是这个这个蛮子啊，好像是踩蘑菇踩死的，因为有听到嘣的一声，完了就完了。快跑一下！他这边是盖伦，送过来了，想强行上我，但是我也不怕他，因为这盖伦出了几个弓，就是出了两把剑，然后出了一双鞋，然后有个多兰，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攻击力。虽然说他传送过来，但是他也秒不掉我，最多就是消耗我一点血量。然后我现在回个家买点东西，我现在可以，看一下这边出装的话，这边刚好钱够，好出一个大面具，赶紧出门啊，直奔上路而去。好，那么也是地图改版了过后，我才是觉得它的画面真的是变精致了。这个小龙波也是开着火啊。我觉得如果说英雄联盟里面有 FF 团的话，那肯定有我们大兰博一票。你看他那火开的是吧？我来了。我觉得其实兰博的声音有时候很搞笑，你知道吗？就是，我来了，就是那种变调，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很 Q 萌。像他的这个技能，这个收兵啊，真的是很爽。这边强行烧到残血过后，自个儿去把这个兵收掉。刚刚好像看到一个人影，不
不是很确定啊。果然这边是碰到人了，这边是蛮子。我怀疑那边有人，所以也不太敢太过去，绕一下，绕走走，然后只有这样绕一下，我的安全感才有。然后这边我们的引流是直接在中路干掉了对面的盲僧，哎不对，把盲僧也干掉了，啊还是奇墨杀的，那应该是盲僧在这边蹲，然后再被碰到。他这边也是预判了一个走位，想上去消耗一下盖伦，但是他还是有点肉，其实消耗不了太多。走吧走吧，然后我们也是跟随着南博的指令啊，强行去走一下。啊，这边中路我们有三个人，对面只有两个人加一座塔，然后还有兵线。哦，你看，在前期我帮助我们这边啊中路拿了三个人头的情况之下，他果然很肥啊，这一个球扔过去扔人家大半的血，还是很屌。啊，这边啊。疾风剑豪是想强行上来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中单发条，但是被我给打住了。然后这边也有这个瞎子想上来强晃一波，但是还是被我们队员给激活了。然后这边啊盲僧啊这个盲王是想过来干我们一下，但是结果没有想到被我们埋伏了，然后开着这个大然后开着各种无敌想搞一下，但是没有办法。这边我们是直接无伤根据换了，哦没有死人，他就直接强换了。然后这边去打一下小龙，趁着时间还够啊，拿下我们开局16分钟以来第一波小龙，其实时间有点久。好的，那么我把这波小龙拿下。至于这把其实打得非常的顺。好，我们现在这边啊，虽然不想已经意识到了，想说过来查探一下，但是姗姗来迟，反而是踩了个蘑菇啊，果断交了闪现，不然他这一次绝对要交代在这里了。好，那么我们现在这边，哎，这是吗？那这边盖伦女生在草丛里面给了我们这边引流一个大，然后把引流成功带走，然后发条这边也是过来想要，哎，干一下。然后这边啊，疾风墙上，疾风用大强行出上，然后但是被我们直接给秒掉，强行秒掉。然后这边闪现上去给盖伦技能啊，应该是能够杀的。然后我们这边中单给了我一个盾，然后我强行烧死了他们两个人啊。然后这边啊盲僧上来想弄我，哎抖这边应该是死掉了，哎因为这边被点燃了，然后好像是被红 buff 也烧了一下。所以也是果断死掉了啊！这边赶紧出一个大棒子，然后赶快是把重甲做出来啊！逗逼了啊！总算是被人家下当了，也是还是不错的。证明我的实力还是可以。其实因为豆豆其实一直在这个尝试各种不同的英雄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新赛季了过后。其实豆豆以前可能就是只是玩那一两个英雄，尤其是像中单狐狸和下路的这个皮城女警是豆豆最爱玩的两个英雄，然后其他的话就要稍微次一点。然后最开始纳尔出来的时候，因为凭着他可爱的外表萌化了我的内心，我也是买来玩了一下啊，但是也没有坚持多久，因为上单其实是豆豆一直比较薄弱的一个项目，也没有就是说特别专注于在这个上面。好，然后你像一边疾风从河道里面冲出来啊，然后结果是被我们的这个发条大到过后强行收割过后，我们这边也是残血被追击到死啊。其实这边我们的发条已经很肥了，他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输出保证，所以我们也是啊不用害怕什么啊。这边我们可能还是要等一下兵线啊，我就跑到隔壁去擦个眼，擦了眼赶快回来把这个塔给中推了啊。看到队友是啊碰到了啊，其实这个盲僧还是很拼的，我这边放一个啊，赶快去弄一下，哎这边是强行干掉队友。哎这个盖伦他真的很屌哎，但是双拳难敌四手，你这样走出来就像是一个妖娆的大姑娘在那个裸露在众人的面前一样，简单就是两个字，穷草。就真的给豆豆这样的感觉，太风骚了。
你这样是真的是不太好。我其实我怕我的球那个啥会被和谐掉，当然就叫球逼。好，然后我就呵呵了。啊，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兵线快了，然后看我们这边是推还是回家呢？啊，不行。好，我这边是回了家，但是看样子这个小提莫和发条是回不了家了。啊，不过没有关系，赶快的是去走一下。啊，其实我感觉我们这把已经是没有什么大事了，因为对面已经死的差不多了。好啦，我觉得其实这把其实真的是已经差不多了，因为看这感觉，看对面已经投降了。好了，那么这一次的视频解说，兰博就给大家解说到这里，希望大家玩的开心，玩愉快，下期再见，拜拜。